看起来没有什么异状哦。那我们把它剥开来看一下哦。哦，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蚁巢在这边，啊、哦，里面有很多的白蚁在这边。那个白白的小小只，这就是白蚁。哦，外表上都看不太出来。那我把它推开来看一下，木头的底部也都已经有白蚁了。